OK， 咁咧就好開心同大家呢度咧，我哋今次咧就係會啊，即係話學習點樣分享同人分享神嘅愛。咁唔係只一次嘅，我相信咧可能我哋就算十二節嘅經文咧，可能需要三四次都未定。咁咧個目的咧就係你講慣咗啊，能夠同人表達。咁我發覺咧係唔容易嘅，因為咧佢係需要我哋入個心入面真係深信神愛我哋先講得出嚟嘅。譬如我講嗰種祈禱方式，耶穌你真係好，多謝你啊，好中意黐住你。有啲人講唔出嘅，我覺得好肉麻，即係佢話哇，啲嗌嗰啲毛孔凍曬啦，唔得，即係佢覺得唔頂得順啊，覺得同神關係。譬如一諗到耶穌啊，真係中意到你不得了啊，你感謝耶穌，咁我就會聖靈充滿，即時咧就喜樂湧流。咁呢樣嘢唔係好多人容易做得到，咁呢個係需要時間建立。咁不過我哋首先係悟性方面明白先，悟性明白，然後慢慢入去我哋嘅整個人啦，就係我哋有魂同埋靈。魂咧包括思想、意志、感情，一齊講啦。思想、意志、感情，然後我哋嘅靈。嗱，我哋咩嘢入我哋嘅人都要啲過程嘅。咁啊，思想咩意思咧？我思想明白神嘅愛係點嘅。神的屬性是怎樣的，我思想明白，個意志好，我願意信靠耶穌的愛，跟從耶穌，活在神的愛中。感情開始活出這種感情，哇，耶穌這麼愛我，如果世上有個人好像耶穌那麼愛我就好了。世上真的很難找到一個人是這樣的，即是這麼照顧我們，又幫到我們，又安慰我們，又接納我們，就算做錯他又不會計較我們錯多少次，又繼續去接納我們。世界上很難找到一個這樣的人。咁我哋如果找到一個好的人，我已經很歡喜了。譬如有些人佢話：我入呢間教會，我中意邊個咧？我就中意你咁啊！譬如啊，佢真係好好啊，好關心我噶。佢記得我個人，咁人會記得人，但係我哋能夠咁樣同樣嘅感情去到神嗰度咧，去到神嗰度呢個需要建立嘅。咁然後下一步就係個靈啦。嗱，呢啲我講緊。即係同神關係啦。首先就係我哋嘅思想、意志、感情，有個靈性，個心靈誠實敬拜。我敬拜真係因為我好喜悅神，我好感激神，從心底處敬拜。一祈禱咧，啲喜樂就可以湧流嘅，即係同神就可以好直接相交，同埋神可以啟示越嚟越多嘅信息嘅。神會真係啟示我，呢啲教導都係神帶領我認識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話：我想，第一我想。我想進入神呢種嘅深度嘅關係，咁而你發覺我嘅特色係咩咧？首先我係識經，我由個經文睇到啲乜嘢，我留意個字眼，上下文講開乜嘢，然後第二樣嘢咧，喺裏面我發掘到神嘅咩屬性，佢有咩美好，咁我咧發掘到咧，我就會入心啦，我就中意神啦，中意神咧，我又會成日去宣告。神都给我很多操練機會，原因點解咧？因為我由細咧，我係屋企好多嘈雜，好多鬧人。咁我亦都喺過程後來咧，都有好多人用，又唔係多得好緊要，即係都有好幾個人咧，講傷害性嘅説話，即係我都受過好多傷害嘅。即係有人話受傷害，我都受過好多傷害，遇見過好多不同唔好嘅人。咁有時咧，個心裏面咧，我就發覺有一種嘅。無形的壓力，有一種有時會驚，有時會亦都好心急，我人好心急，成日都想做多啲嘢。譬如洗碗咧，我就好心急嘅，我就想快啲洗完我做我啲嘢。咁我發覺咁嘅時候咧，我就裡面有壓力嘅。侍奉咧都有壓力嘅喎。嗱，我親近神冇壓力嘅，哈利路亞，咁耶穌冇壓力嘅。侍奉啲人聽唔聽話嘅咧？啲人會唔會穩定嚟咧？啲人學咗會唔會用咧？大家會唔會有呢啲壓力啊？做組長會有壓力係咪？嗰種壓力咧，嗱，如果你話零壓力咧，即係冇乜人係零壓力。但係事實上，神係負責我哋嘅侍奉，但係咧，當中你做組長你知嘅，梗有啲壓力嘅。明明嗰人話嚟，應該又唔嚟，咁咪有啲壓力。但係事實上係神照顧噶嘛。咁我就一路話：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衷心咧，神就歡喜。但我發覺我需要用時間一路宣告，相信到我真係相信，我做曬神喜悅嘅就得噶啦，我就放手噶啦，我唔好孭住嘅。好似好簡單，思想接受快啲，
感情接受是難一點，大家有沒有發覺這件事？我亦都其中一個教導的特色就是我會將我實際上怎樣應用這教導講給大家聽。咁第二咧，你留意你自己係咪咁？嗱，可能個個人有少唔同，有啲多啲呢樣，有啲人多啲感情，有啲多啲悟性，總有啲唔同噶嘛。但係我哋總有一啲相似嘅地方，我哋講出我哋嗰種內心嘅經歷，人哋聽到咪會明白，明白能夠應用啦嚇。即係呢個其中大家都可以嘅，將來教講聖經，唔好淨係講聖經，一路講聖經一路講自己點樣經歷呢個經文。咁嘅時候咧，又分析到我內心發生緊咩事，咁人哋聽到咪會能夠明白咯。所以一間你哋分組都係咁啊，講下自己實際嘅經歷。嗱，我俾大家吸收一下，即係話咧，我哋越實際，人就越容易明白，越學得到；越抽象，就咁講，神好愛你噶。神關心你的，神知道你的需要的，耶穌不斷為你祈禱，講完你好像沒有聽過，即如果沒有聽的，但如果很實際講，人聽完是不是會入心一點，是不是？所以呢，希望大家都留意這件事，這件事是操練的其中一部分。你發現我今早講信息的時候，每個經文我都講了一些我個人的例子，就是怎樣將經文實用出來。現在我們就進入這三個經文，我看看，或者如果三節都太長就不講那麼多了。第二個經文就講到神創造的自然界食物人體都顯出神的愛，一起讀詩篇33:5，他喜愛人而公平，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當我們講給人聽關於神的愛，你一說耶穌為我釘十字架，耶穌拯救我們預備天堂，很多人來說是很遠很遠，但是眼見的東西，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他們就很容易明白了。咁我今朝用一個例子，大家記唔記得啊？我話你就咁深呼吸，放鬆喎，放鬆。譬如大家有煩惱嗰陣時，你試下放鬆。你而家試下將你啲煩惱放低，深呼吸三下，放鬆個人啊！你留意一下咧，我唔知道大家每個人嘅經歷唔同㗎。有些人可能覺得個脊骨咧，好似有啲嘢流過咁啊！你試下啦，你試下留意，再做多幾下，深呼吸放鬆嘅人，好似有啲舒服嘅感覺喺個脊骨啊，喺個身體啊，不同嘅方式嘅，好似個人咧好似鬆鬆軟軟咁樣樣嘅，有冇咁嘅感覺啊？嗱，而家我入深啲喎嚇，有幾多個有一種鬆鬆軟軟嘅感覺啊？鬆鬆軟軟咁嘅感覺。有些覺得好似個脊骨咧，好似有啲嘢喺度咁樣，即係好似好通咁樣樣嘅。有幾多個有呢種感覺 ？OK， 嗱，其實每個人有跟經歷唔同，唔緊要。不過呢樣嘢點樣嚟嘅呢？因為神造人咧就係好奇妙嘅。我哋有經絡、有血管、有神經。當一個人一放鬆又有氧氣咧，個身體就舒服嘅。咁咧，呢個都係神嘅做嘅奇妙啊！如果神造我哋個個咧，好痛的，好緊啊！即係如果成日都哎呀好緊好緊，咁啊做人都好慘喎，係咪？但係其實我哋成日都可以咁。如果我哋日日都係咁，係咪身體會健康啲啊？其實大部分嘅病係因為乜嘢？緊張、唔開心、煩惱，所以就有病啦。咁呢度睇到神嘅愛啊，同埋佢除咗愛咧，佢有呢個智慧喎，佢識得整到我哋嘅身體適合放鬆。在活在神的愛中享受神呢，就會越來越健康的。那大家會不會說、神真的好了？譬如我們整個人出來，假設即是譬如你有這個能力整個人，你整整這個人可以舒服的呢，都挺難的，是不是？即是真的人沒辦法做得到，我們感謝神，神做了你就這麼簡單。喝水了，雖然大家你現在手上沒有一樽水了，喝水嗰陣咧，有咩感覺呢？喉嚨好舒服喎！嗱，第一有水啦，咁即係神水係咁嘅喎。如果水咧係跌塌塌咧，我哋都要飲嘅喎，唔飲咧死嘅咯。但如果好似飲泥漿咁樣樣咧，我哋都要飲啊，日日飲泥漿都要飲嘅。如果唔飲就死嘅啦。咁但係我哋感謝神，水係咁
即係咁清嘅。呢啲係神嘅愛喎。大家中意食咩食物嗱？呢、這個大家可以同人傾偈嘅。嗱，呢個我就即係用呢個方法同人講啊。關於神嘅愛係咪容易啲啊？傳福音唔係一講講到耶穌佢未咁快接受嘛。咁咧就啊。你喜意食咩食物啊？你同隔離嗰個講啊，你喜意食咩？大家有冇留意咧？大家有冇留意啲食物咧？食嗰陣時咧？每一種有不同的質感和味道，譬如這樣形容一下那些什麼鯪魚呢，那些鯪魚的那味道有沒有記得，鯪魚有骨頭，鯪魚的味道是很好吃的，真的不是很多種魚有，大家有誰喜歡吃鯪魚的記得鯪魚的味道有幾個，不是很多人記得，其實鯪魚味好過石斑味的。啊，仲有嗰啲咩泥鰻，泥鰻味好好食啊！鮮啊，係啊，快一講大家都開始，即係流口水啊，係咪？即係原來魚咧種種都唔同嘅喎，咁咧就神真係好聰明智慧，佢點解整魚點解隻隻嗰啲魚有呢隻味嗰隻嗰隻味，真係咧都係神出於愛去創造。水果呢大家喜不喜歡啊？真的呢第一吃都舒服是不是？沒錯，這個都是神的慈愛是不是？雀仔飛是不是很有趣啊？看雀仔飛，雀仔飛好給你一種開心的感覺，還有你發覺雀仔呢由雞仔開始至到很多雀仔都是不斷這雀仔呢，有時我覺得人咧望嗰啲雀仔有啲羨慕嘅，好似雀仔咁，即係咁輕鬆嘅咧，即係咁。佢哋咧真係好輕鬆嘅喎，佢哋係咁樣。有冇大家有冇留意啊？雀仔真係咧，好似真係冇乜憂慮咁，係咁。佢哋咧可能發聲咧，佢會令到佢好鬆，亦都佢好開心咁樣樣。佢就雀仔，咁你都睇到佢飛得好輕鬆，好靚。呢啲都係神嘅慈愛。嗰啲顏色啦，同埋啲蝴蝶，嗱我而家形容得長啲喎，點解咧？因為今朝時間唔係咁長啊，如果咁講，好快已經講咗好耐啦。咁我而家長啲時間，你同人傾偈可以唔使咁急噶嘛，係咪？咁你一間你操練噶喎，你試下講下，形容啲不同嘅食物。啊，有冇發覺去啲大自然嗰啲有啲樹啊，有啲風啊，有啲落葉啊，有啲紅葉啊？啊！啲海浪啊，有冇一種感覺係點樣噶？好舒服噶，係咪？有冇去嗰啲叫做咩啊？負離子好多嗰啲地方啊，有啲山，瀑布嗰啲，係啊，瀑布嗰啲啊，你行嗰啲地方咧，個人好清新噶。不過我通常都係去親嗰啲旅行咧，又趕時間。如果唔係咧，去到坐下咧，喺度挨下坐下，舒服下，真係好好啊，係咪？即係呢啲都係神創造，其實。如果人在大自然是很少有精神病的，以前的農夫是很少，但是現在的人很多情緒病、精神病，就是因為他不懂得享受神，神造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好的。那我們的人的身體呢，我現在用人的方法，是不是這些這樣普通人會明白一點？那我一會都可能會再講的，可能我一次講了很久，那就但係第二次先講第二節，但係因為其實深度仲好，咁但係俾大家操練嘅，因為應該都會回應下創造論同埋進化論，簡單好簡單嘅啫，唔講得詳細，好簡單。我哋人嘅身體，你覺得人嘅身體你邊樣最中意啊？全身都中意啦，不過有啲咩地方你係好度得好好嘅？味覺，味覺係啊，聞味嗰啲味同埋嘗味嗰啲味係咪？係啊。咁咧，味覺真係好好嘅。咁咧，我曾經好長時間，因為我人咧比較容易咧，就食嘢就為咗好似完成食嘢咁咧，就跟住做嘢。咁但係我有時咧，我就會特登停落嚟啦。即係而家我呢幾年咧，學習咗呢個
發揚神屬性啦，我就多啲咧嘗下嗰啲味道，乜人會嘗到，我覺得好特別啦。同埋咧，身體嗰種感受，譬如你話深呼吸嗰種感受，咩感受嚟嘅咧？好似身體裡面嘅細胞會感覺到啲嘢，係咪？啊，或者眼睇到啲靚嘅嘢，係咪啊？睇到靚嘅嘢，或者耳仔聽到啲美妙嘅音樂，或者啲人嘅聲音。有些人的聲音呢，我都鼓勵大家呢領敬拜呢，不要用那些敬拜那些，有些聲音是怎樣，感謝耶穌啊，哈利路亞，有時可以的，不過呢多一些哈利路亞，感謝耶穌，耶穌真的是好了，是不是舒服很多，這些不一定要很硬的，可以柔和一些的。有些人呢教仔呢，搞錯啊，咁出啦，其實你估嗰個仔會乖咧？唔會喎，其實你反而話啊，你真係好，我欣賞你今日你勤力讀書，我睇住你喺度讀書，我好開心。我欣賞你啊，你記得翻嗰啲喎，啊，我欣賞你，佢會舒服好多，係咪？人嘅聲音咧，神造我哋咧係好可以好柔和、好舒服嘅。我唔係話我哋冇一啲激嘅時候，但係我哋可以有柔和嘅時候。嗱，咁我先我就形容咗呢個神創造嘅奇妙遍地、成地，包括木材啊，周圍都係木材，神造木，好奇妙啊，係咪啊？俾我哋建造同埋做好多嘅家具，其實數之不盡。嗱，我得閒就會睇下噶啦，神有啲咩好嘢？好，咁我哋睇下一兩節嘅經文啊。我哋睇路加19:10先啊，人一齊讀啊。第三，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嗱，呢一個每一個人唔同嘅個故事，我自己咧真係好睇到耶穌嚟揾我。我自己咧嗱，我好簡單咁講啊，我係喺中學嘅時候喺度諗，喺 Form Six 嘅時候，點解讀書咁辛苦咧？嗱，每個人故事唔同，我好簡單咧，點解要讀書咁辛苦咧？咁我就諗到讀書將來可以賺錢咯，咁賺錢咧點啊？開始諗咯，咁啊結婚啦，咁然後嚟點啊？生仔啦，然後點咧？啊，會老咯喎，會病啊，會死咯，咁啊即係日第日就乜都冇曬。咁我點解要咁即係啊咁辛苦讀書咧？咁嗰陣時我未信耶穌，我就話我不如咧就係而家享受，就讀書而家享受。但係當後來一聽到有神。真的有神，而我去研究真的有神的時候，我覺得是很奇妙的。而個過程呢，我講少少，很簡單，很特別，真的很特別。在我初中的時候，我打籃球，但是那時因為小學去初中就不懂得打籃球嘛。那我呢就等個球下來，我又懶了，我說不如我初頭就每次個球來我就伸手，不如我伸定的手，每次個球來我就即刻拿著個球。那有個同學就笑我，他說耶穌救我咁喎，咁以後咧，我喺中學嘅花名係變咗咩咧？耶穌，好多我哋學校嘅同學都知道我叫耶穌。咁啊，呢個名呢、這個花名咧，同我得救好有關係，因為後來我喺中六嘅暑假嘅時候，咁咧就去一個營咧，就係我哋嗰陣時我喺黃仁書院，佢就請咗間女校。一啲學生幾十個人咁樣咯，就一齊去宿營。咁啊宿營咧，對方就有個女嘅老師，佢就聽到係人都叫我做耶穌，佢又信耶穌嘅，佢梗係以為呢個人咧信到唔知幾迷噶啦。但我其實未認識耶穌，但係嗰一朝好奇妙，佢哋6:00起行去旅行，去行山。啊，我唔知點解嗰朝硬係唔醒到，我同我拍門，我又。同房嘅我係唔醒，咁樣至到到我醒嗰時7:00，咦？全部人走曬，點解咁得意嘅咧？咁而嗰陣時咧，因為我已經聽過關於有神，但我未信嘅，我就行出個露台，見到太陽出嚟好靚，哇！如果有神呢、這個神真係做得好靚，當時我未肯定。跟住嗰個老師翻嚟啦，佢原來做咩咧？呢個又係神安排，佢要去洗手間。佢早過人些少嘅啫，早過可能幾個字嘅啫。佢就翻咗去洗手間，跟住佢出嚟，佢就同我傾偈。佢話：你係咪信耶穌㗎？我話唔係。
佢點解個個叫做耶穌？咁我就講你聽個故事，跟住我就話我係想知道係咪真係有神。咁佢就講俾聽牛頓嘅故事，佢話牛頓咧就話呢個世界好有秩序，有神設計。而佢嘅朋友就話唔係。咁有一日牛頓咧就翻就係、是、佢咧就整咗個儀器，有九大行星同埋太陽。咁咧佢就然後嗰個朋友嚟就邊個整㗎？牛頓就話。冇人整㗎，我今朝起身咧，佢自己變咗出嚟嘅啫。因為佢朋友就咩都變出嚟啊嘛。咁我朋友冇理由嘅，呢樣一定有人整嘅。咁佢就話啦：點解你話呢樣一定有人整？成個宇宙一定自己變出嚟。啊！我聽完係喎，成個宇宙點會自己變曬出嚟咧？我就好好奇。咁我就即係其實我唔係同佢傾咗好耐嘅，但係我令到我好有興趣。又後來咧。我就有同學帶我去報道會啦，咁啊睇報道會嘅時候，叫我哋信主，我又唔敢舉手啦。咁咧，但係佢一路祈禱嗰陣時候，我就即係佢一路講嗰時候，我就硬係心中，最後我都起身啦。一起身，哇！好光明嘅感覺，好鬆，即時好鬆。咁啊喺個函授課程咧，我就即係佢有個函授課程嘅，佢就話邊個信主啊有個函授課程。咁、那個過程咧就認識更多神啦。咁有一次我住喺跑馬地㗎。我回屋企有個同學坐巴士喎，因為好少人入跑嘅地㗎，佢縮咗入去㗎嘛。我話你去邊度？佢話去教會。咁我就喺度諗啦。啊，我聽到神係真嘅，可唔可以去咧？我諗諗咗輪，我話我去得唔得啊？佢話得。咁我就第一次去啦。去咗之後咧，嗰啲人嘅歡迎啦，同埋我就喺嗰個書架度揾到啲書證明有神啦，係咪啊？即係我一路研究，後來喺書局買一本聖經手冊，就列出曬舊約關於耶穌嘅預言。我就翻去自己係咁抄，咁抄。即係嗰個過程咧，即係神尋找我咧係好特別。喺個時候，嗱，你每個有個不同嘅故事，咁我就鼓勵大家，即係神尋找我哋用好多方法，係好奇妙嘅。啊，咁我即係呢個咧就一陣俾大家分享啦。即係話嗱，咁講翻神嘅屬性啊。神的屬性第一個經文的詩篇33:5就是什麼呢？神本身充滿愛，祂有智慧，所以祂整出來的東西呢是很有智慧，同時表達愛。包括什麼呢？母雞怎樣照顧雞仔。我試過一次去宣教，我看到母雞那兩隻雞仔很大隻的，那隻母雞那麼大隻，那隻小雞那麼大隻，不是那些那麼小，那個翼刚刚遮住那隻小雞的，其實不是小的了，不過它睡覺都是要走去媽咪那裡睡覺的。即是我看到呢，我覺得很感動的，就是神將它的愛都放在動物，貓啊狗啊。還有我發覺我留意，我很多東西都留意的，那些母雞有雞仔的叫法是不同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聽過留意過，它有雞仔的時候它叫是這樣的，焗一陣間就焗一下嘅，嗰啲雞仔就會跟住你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養雞，雞仔咧即係母雞焗焗，呢、這個就係佢，但係佢唔係有雞仔跟住嘅，就唔係咁樣叫法嘅。即係呢都係神創造好奇妙，好奇妙。這個、呢個咧即係遍地都係睇到神嘅智慧同埋嘅愛。咁而呢個經文咧就係話神見到人好多罪，見到人好污穢，但係佢唔憎厭人。他愛人，他憐憫人，他用盡聰明智慧去吸引人去信靠他，他很耐性，他根據每一個人的需要，每一個人的情況，但他最想找是精兵，肯去分享信息的人，分享耶穌恩典的人。神就會感動精兵的，今天你來就是神感動你來了。其中一個經文我第時先分享的，就是腓立比書2:13，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今天會來是神感動你，還有神感動你想學習。你發覺呢，當一個基督徒聽話呢，神的心和你的心合併了的，神就會感動你。 你會有些心想做的事都是神感動你的。這個呢就是神在我裏面運行，去尋找，使用基督徒去尋找，即是神的智慧是用基督徒去尋找失喪的人。
咁所以希望大家睇到哇，神點樣尋找我，神點感動我，所以我亦都可以分享俾人聽。嗱，去翻約翰十六章八節啦，講到聖靈來了，係一齊讀啊。他既來了，就要為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即係話咧，聖靈會叫人哋，佢未信主嗰陣時咧，同埋信主嗰陣時都會喎。未信主咧，當人聽到聖經咧，就會為佢嘅罪咧，為佢嘅為聖神嘅公義，即係嗱，為佢自己犯嘅罪啦，為神嘅公義同埋為神嘅審判嚟到自己責備自己。咁呢樣嘢咧係好顯出神嘅愛。嗱，點樣顯出神嘅愛呢？第一，未信耶穌之前，當我們聽到聖經，有人跟我們講聖經的時候，講到關於罪，大家有沒有發現心裡面有扎心啊？嗱，很多人以為他決志信耶穌，其實不是的。其實呢，他裡面已經想信耶穌了，由他舉手決志，那時已經是表達他信主。有沒有留意這件事？在裡面聽聽得到呢，就覺得好想信耶穌。我不知道大家你在信主的過程的時候是怎樣，你會好想好想信耶穌。那時已經神將我們改變，當我們死在罪惡過犯的時候，神叫我們回過來，那呢聖靈就感動我們知罪。好了，我想問大家，信了主之後是不是個個都聽話？不是喎，那不聽話的時候，神是不是掩你兩巴？神是不是不睬你？神是怎樣繼續為罪、為義、為審判感動我們。有時有些基督徒都試過軟弱很久的，不過聖靈會一路感動。這個就是神的愛，耐心和接納。大家想回我們不聽話的日子有多長啊？有些都很長的，是不是很長的時間？但是那些時間，每一次我們呼求神或者沒有呼求神，神感動我們，是不是都是柔和謙卑感動我們去悔改？是不是這裡看到一件事，其中一個經文我們遲些會看的，就是在下面那裡，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看看第六，第六那裡呢，這個經文其中一個支持就是神經常跟我們一起，我們不是說過經文，神經常跟我們一起，我們未聽話，聖靈已經不斷提我們。就算基督徒不聽話，大家有沒有留意聖靈臨在我們身上，不是只是在我們聽話那時候，聽話那時候你敬拜當然強一點，不聽話那時候在做一些壞事，神在裡面就感動。有沒有這個經歷？神就提我們要悔改，是不是？這個是神的耐性，即是祂的耐性、祂的温柔、祂的接納和祂的聖潔光明，祂會感動我們去悔改。這個就是神那種美善。如果我形容出來是怎樣呢？神呢，就你想像，我假設代表一下，這個代表是神很美善、很聖潔、光明的、很慈愛。祂一來到你那裡呢，你的心就我就犯了很多罪，我要信靠耶穌，耶穌你救我，千萬不要落地，耶穌你救我，改變我。祂一來到呢，或者你敬拜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感動在裡面發生的，是不是？這個就是神那種感動人的能力，即是祂的奇妙、祂的愛和祂感動人的能力，祂有感動人的智慧。這些大家可以，我應該重溫一下，讓大家去分享的。其實你可以發掘更多，但你越發掘就越好的。我再講一次，又根據這個經文看到什麼呢？神有一起講，神有感動人的能力，神有感動人的能力，神有慈愛，神有聖潔。神一去到哪裡就可以感動人，叫人知罪。人好不聽神的話，神都不放棄，神繼續感動，叫他悔改，叫他回轉，一路提升他，直至他愛主。是不是神耐性，是不是他感動的能力，他聖潔，他慈愛。那大家呢，留意一下你被感動的情況。大
大家有冇留意啊？嗱，我記得安卡羅為我按手嗰時，嗰種感動湧入嚟，真係好似個波浪咁嘅。神嘅波浪，你嘅波浪洶洶漫過我。呢、这個詩篇四十二篇，詩人可能就經過呢，經歷過呢樣。佢嘅波浪洶洶，哇，湧過嚟。有試過啊？有啲人試過一次嘅啫。但係如果你感激神，全心愛神，你次次敬拜都可以。神嘅波浪洶洶，即係神嗰種愛，好似波浪咁樣湧過嚟。咁你大家試下。嗱，你可能你話：哎呀，我唔形容到好似你咁多方面喎，唔緊要，你形容到幾多幾多。即係啱啱我哋就分組啦。嗱，我哋再重温一下，遍地滿了耶和華慈愛，喺遍地睇到神嘅乜嘢特質咧？特質咧，第一，佢嘅愛啦，創造萬物為咗愛我哋啦。第二，佢嘅智慧係咪啊？佢智慧，同埋佢將愛咧放咗喺人嘅媽面。父母啦，媽咪比較強啦，同埋動物嘅身上喎，佢會識得愛喎，即係呢個真係好奇妙，同埋咧好特別嘅，啲龜咧，佢喺度，佢媽生咗個沙灘，佢爬咗落去啦，游咗好遠好遠，喺水嗰度游，水根本睇唔到好遠嘅啫，佢哋睇得遠啲，不過都唔會睇到好遠，啊，佢到大隻腳先翻去嗰個沙灘嘅喎。佢走上去，佢覺得個肚好脹，佢又知道唔係要便便喎，佢又知道要生蛋喎，咁咧就總係挖個窿啊，挖，生咗蛋啊，跟住咧佢好論盡嘅身體好重噶嘛，爬啲沙爬曬落去，只腳又踩，唔知驚佢唔知幾時踩爛咗幾多隻蛋嘅，但係佢又冇嘢喎，咁樣跟住就走翻落去，即係其實我睇啲動物咧，我真係睇到神嘅愛啊，即係佢將呢種。母愛放在他的裏面，同埋好多嗰啲雞又係喎，所有雀仔，佢自己出世就唔係蛋嚟噶啦嘛，係咪？佢出世就係一隻雀仔，佢唔知道抱蛋係咩回事，但係到佢大個咧，佢就知道而家我個肚脹咧，嗰啲係蛋嚟嘅，就要整個竇嘅喎，嗰啲咧就唔係便便啊，要放喺隨便。啲雀仔唔計你邊度噶嘛，飛到邊度就喺邊度便便噶啦嘛。啊！呢個蛋咧就唔係喎，唔會飛飛噗一聲跌咗個蛋落嚟喎。佢要整個竇，然後咧喺嗰度生蛋，然後咧佢生咗蛋咧，佢就知道報喎，報完又會出蛋出雀仔出嚟嘅。呢都係神將佢嗰種愛啊、照顧啊放喺佢裏面，因為神本身就係愛同埋照顧，佢會記得每一隻動物，記得每一個人，記得每一條頭髮。呢、这個就係神嘅屬性啦。咁而聖靈嗰度咧。首先，聖靈我哋講咗，尋找就係佢掛念每一個人，佢掛住，等到時候滿足啦，佢就揾啲人去感動你，帶你信耶穌。佢又有能力喺呢裏面感動你，以致你會悔改。同埋耶穌本身為我哋死，所以佢即係佢付出好大代價，佢承擔最大嘅懲罰嚟到拯救我哋，叫我哋能夠得救。即係每一個經文你都可以睇到神嗰個屬性啊，同埋佢嘅恩典。咁咧就。可唔可以大家試一下而家咧？我哋就分組啦，就三個人一組。咁我哋咧就有啲我哋嘅組長就會去睇住兩三組咁樣，可能兩組咁樣，就睇下佢哋分享嘅過程能否講得出嚟啊，就可以跟翻呢個經文咁去講。咁然後有問題咧，可以舉手，我就會過嚟，或者我哋嘅組長過嚟。嗱，我哋一齊祈禱求神俾我哋智慧，好冇？親愛天父，我哋多謝你，因為你。是充滿智慧和愛，因為你的愛，因為你的智慧，你拯救我們，你有耐性拯救我們，還有當聖靈臨到哪裡，那個人就可以受感動被改變。我們多謝你，神的屬性真的很好，求你幫我們時時感激神，歡喜神，喜歡神，接納神，接納神所有的禮物，存著感激的心，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個能夠表達翻神喺我哋身上做嘅嘢，表達翻聖經裏面豐富嘅含義，神嘅屬性、神嘅恩典，能夠讓人聽到神嘅美善，我哋就能夠帶人信耶穌。多謝天父嘅大恩，多謝天父嘅大愛，神你真係美善，神你真係美好嘅，求你賜俾我哋聰明智慧同埋膽量去分享。多謝主。